总有人说韩国女爱豆看来看去都长一个样，脸盲状况是时常有，再加上现在必须戴口罩，整个就是到底谁认得出来。之前就有一个粉丝专页po出一张浅色长发女偶像戴口罩的自拍，写下看了这张照片只有一秒认出，跟怎么看都看不出来是谁的两种反应，猜题游戏立刻引起广大讨论。照片中的主人公长发过肩，眼睛是双眼皮，而且脸还很小，柯南网友们就留言狂出，有人说是姑姑胆金世正，有人说是 GFRIEND 野岭，又有人说是宇宙少女的 XE。 结果答案竟然来个大反转，居然是 TWICE 的定年，粉丝都吓到完全没认出来，还以为自己的答案一定是正确的，但也别怪大家猜错，定年的短发模样真的让人太印象深刻啦。